遇到新问题了，权限看到没有？他说我们现在要去读我们的 contact， 所以你要加入这个权限，对不对？加哪个权限呢？他也说得很清楚，叫呀，这鼠标不好用 read contacts， 所以这个大家都不用着急啊，因为我们要读到系统信息了，加权限。还记得我们不知道把以前的内容忘了没有，加权限的内容。Android.permission.read.contacts OK， 再来，点错地方，重新来。这里我们改一下，字儿肯定是有的，但是肯定是黑的，对吧？我们给它改一下。默认情况下字儿它肯定是黑的。哎，不叫 font， 是 text， 白色。重复啊，哦，哦，白色是 F， 明白？三个 F 是白色，六个 F 准确说是，这是一个小技巧。当两个值相同的时候 ，RGB 两个值相同的时候可以省略啊，写一个值就行了。好，我们把颜色设置成白色，白色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大家看是不是效果就出来了，名字啊 number 啊，对不对？但这个 number 我设了一个这个，点一下，这是我们刚刚那个删除代码，对吧？这个刚才删除代码还没给弄掉，因为我们当时这个点一下删除代码用到了那个东西，用到了